现役江一的江一友。今天呢，大家一起来制作射击游戏暴旋陀螺箱子哦。那么现在就开始吧，报告。朋友们，江一呢终于制作完成了，怎么样，江一的手艺是不是棒极了？朋友们自己在家里呢也可以轻松的制作哦。好，朋友们，最关键的就是看这个中间部分，每个窗口中间都有一个孔，不过呢有很大的孔，圆形的，大的孔，还有小孔，还有方形的，还有小正方形的孔，孔的形状不同，这就是游戏的难度，在于孔的大小，难度越高，孔的大小应该就是更小的。好，江一呢一共放了9个暴旋陀螺在正方形窗口。好，那么先看看都有哪些陀螺吧。 Tornado Riven, Maximum Garuda, Nightmare Longinus, 还有 Dream Fifthnir Crystal Blue, 还有 Valkyrie, Requiem Spring Gun, Danzer, Mythical Kukan, 最后是 Zig Excalibur, 这样总共准备了9个陀螺。接下来江一来，哒哒，只用这个玩具枪去玩射击陀螺游戏哦， Go Go!大家朋友们，江一已经做好准备了哦。使用玩具枪的时候不能对准动物或者向人射击哦。和江一拉钩。好，那么江一会使用10发子弹对准这9个陀螺，争取100发100中哦。究竟江一能成功吗？那么现在就开始吧。第一个出发，熊。首先是大的孔 ，Beat Coco Can， 1、2、3。啊！朋友们看到了吗？实在太可惜了，应该稍微往右挪一挪，重新修。1、2、3，发射。No。啊！就差一点。首先呢，非常遗憾，这两个呢射击失败了，还剩下8个子弹。接下来呢，要更加集中。Okay。 接下来江一呢挑战一下旁边的 Excalibur， 要射击 Excalibur， 瞄准正中央，可以轻松的拿下来哦。1、2、3，发射。呀哈！江一很厉害吧？一下子射中目标了，耶！好，那么江一去拿回来吧。哦，江一的好朋友们，江一射中了一个。接下来呢，试一下上面的 Dream Fafnir， 一起来看看吧。出发！1、2、3。发射！哇，朋友们真是太遗憾了，打到正中央了。不对，江一呢因为特别喜欢 Dream Fifthnir， 重新挑战一下吧。发射。 Nope。 重来，瞄准目标射击。 Nope。 啊，朋友们，江一的子弹现在就剩3发。好，那么继续挑战一下其他的陀螺吧，不能所有子弹都用在一个陀螺上，朋友们。接下来是江一非常喜欢的 Requiem Spring Gun 金斧头陀螺，挑战一下吧。准备射击，发射。耶嘿，朋友们看到了吗？江一射中了 Requiem 陀螺，哟吼，现在就去拿。耶嘿，大家，江一又获得了一个陀螺，朋友们，哟吼。好，江一的玩具枪现在就剩了2发子弹了，利用这2发子弹啊，选哪个呢？首先江一觉得最难的就是 Maximum Garuda， 大家可以看得到他躲在小孔后面只露出一点点。好吧，作为男孩子挑战难度高一点的就你了。 OK， Maximum Garuda， 你快到碗里来，做好准备，发射。
不管怎么样，反正射击成功了，江一射得非常准。哟哈，赶紧去拿吧。耶嘿，朋友们，江一成功获得了这个 Maximum Garuda 了。好，就剩一发了啊！比特 Coco 看起来很容易。Dream Fifnir， Valkyrie， 决定了，江一就是江山，江一江山，朋友们知道吧？那就来挑战 Valkyrie 吧。瞄准目标，哇 ，Valkyrie 最不容易，朋友们快看看，那个孔实在太小了，那也难不倒江一。发射 ，No， 啊，朋友们看到了吗？打到这里了，这里，不要。噠噠，朋友们，江一准备了更大的玩具冲锋枪来了哦。这个呢，哦，是自动发射的哦，使用十发子弹来射击位于正中间的难度最高的 Valkyrie 看看吧，连续打十发哦。那么现在就开始吧，瞄准目标，来，像兰博一样，十发，出发！呀 ，No！ 耶嘿！朋友们看到了吗？江一一次挑战就成功了，哟吼！赶快去拿吧！哦吼！这样一来，江一今天射中获得的陀螺一共是四个，第一个是 Valkyrie， 还有第二个是 Maximum Garuda， 第三个是噠噠 Requiem Spriggan 金斧头，最后还有 Excalibur， 好开心，哟吼！